大家好，星期二得读，今日是2024年8月22号，今日是星期四啦。好啦，继续来到星期四的时间，我们继续同大家揭露最新的国内时事啊。好啦，咁啊，唔单止咧，香港咧个楼价咧正在下跌噶，下年呢一个咧叫做咧国内啊，都系咧爆煲状态。好啦，而且讲爆煲咧。中國大陸咧當然爆煲得咧比香港咧仲要咧更加嚴重噶。好啦，咁啊有時咧真係叫奉勸大家，真係千祈咧係唔好咧學啲藍絲。嗱，雖然而家好似話咧係叫做香港人咧整體嗰個叫做精神狀態咧係惡劣。嗱，但係如果你係變成呢一啲咧係無知嘅藍絲，嗱咁咧到最終一定咧你自己受害噶，因為而家咧。你會留意到好多咧，香港咧嘅藍絲咧係不斷咧講説話咧自欺欺人噶。嗱，佢哋唔係叫漠不關心，佢哋係製造一大堆嘅理由同大話出嚟咧，係自己呃自己。嗱，所以啦，我哋其中一個做節目嘅責任啊，就係繼續同大家咧係揭露咧真相噶。嚇，絕對拒絕啊，係做咧係盲目嘅人。好啦，嚟到今天，香港咧亦都近乎係叫做冇任何爭議噶。就是不單止香港的樓價是大跌，而且香港呢是沒辦法保得住呢，是國際大城市，世界一線城市的地位是保不住。好啦，還有很多呢是藍絲在這裡自欺欺人的，就說香港無論怎樣都是大城市來的。我們已經跟大家揭露過了，其實很多呢國際大城市呢是衰落了之後呢，是半個世紀一個世紀甚至乎是永遠都不會回復的。只有毫無國際視野的人才會說香港以前好以後一定好，這個世界從來都沒有這樣的道理。這個世界很簡單，不得就是不得，失敗就是失敗，但你就這樣讀下所謂中史科都知道不得了。什麼叫以前好以後一定好，沒有這件事的，是吧？如果不是怎會有朝代更替。好了，這節我們繼續說回是深圳的。深圳咧都系出現大爆煲噶。深圳咧亦都系香港咧嘅後花園。香港唔好，深圳唔使講啦。深圳肯定咧好唔得，去邊度？好啦，以前咧深圳咧個樓價咧係不斷咧係飆升，甚至乎咧追到香港嘅有一段時間。香港已經係世界冠軍嚟噶啦。如果你深圳樓咧個樓價追近香港就大件事啦。你直情咧係世界咧係亞軍。好啦。咁唔好打飛機住，讚你亞軍唔係代表你叻㗎。啲藍絲係最鍾意覺得生活指數物價貴，就話呢我哋呢所以呢係好叻。但係如果呢係講美國同英國呢物價貴嘅時候，佢哋呢又會變返做潛艇㗎啦。如果講物價貴，你香港大部分嘅嘢都不能夠同歐洲相比㗎。佢哋呢班人呢不斷地呢將幾個概念呢係越溝越亂㗎。下一個地方個生活成本昂貴，不代表那個地方必然發達的。不過發達國家多數生活成本貴，個邏輯呢是不可以倒翻轉的，是不是很簡單啊？又跟大家教一下邏輯。見到地下濕了，有人說一定是落雨，這個邏輯是錯的。落雨呢個地下就一定會濕，但地下濕了不一定是曾經落雨的，可以是洗地的嘛，又或者其他原因。好啦，所以个逻辑咧系不能够反转噶。好啦，我哋偏偏咧见到而家咧嗰一啲所谓系不关心时事嘅蓝丝，全部都系咧差过小学生嘅水平。好啦，嗱，深圳咧我哋要揭露咧系龙岗啊，龙岗咧嘅一个咧楼盘。呢个楼盘咧叫做咧勤城达裕噶。好啦，相关咧嘅楼盘咧爆发咧系大灾难噶。点解呢？就系因为咧讲紧咧嗰个叫做。是價格忽然之間腰斬，大概在兩年之前兩年之前買樓，中國內地叫買房，我們由於這次講深圳，我們就是跟回內地少少用語，內地用語不必然一定等於蜚語。好了，兩年之前買房和兩年之後買房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風景。好啦，位於呢一個龍崗嘅中心城嘅叫做勤城達裕府，平均價咧係22,000，買到龍崗中心咧
的三房登上了深圳本地楼市的热门搜寻的。那即是什么呢？由于单位不相同，所以你就听不明白，我现在告诉你。现在讲的是它每平方米，中国内地是计平方米，单价是 19,000 的。但在两年之前，讲的是两年之前是推出这个是楼盘的时候，讲的是每一平是42,400。好了，在两年之前呢，两年多之前，2021年来的年中，当时开盘呢两个钟就全部是售罄的。好了，结果呢是开发商呢没有足够能力，差点是没有能力完成了那个项目的，差点是部分第三次即是剩下的楼盘，差点是烂尾的。后来呢发展商呢还要呢是降价呢促销，虽然呢个项目呢就是没有烂尾，但是个售价呢就是大幅呢腰斩的。结果呢是导致呢大量在两年之前在深圳呢买房这些呢上车客呢是吵着要跳楼维权的。因为呢个楼价呢足足呢是没了一大半，超过呢 50%。而且大家都是一手楼来的，还惨过飞扬一期和飞扬二期，足足不是没了 30%， 不是 40%， 是没了50%多。好了，早前买了的业主呢现在呢是展开这个维权行动的，要求发展商呢是停止项目呢销售，要补回差价给业主。内地呢的业主厉害香港很多，我觉得在维权方面内地人的力量真的比香港大得多。香港的小市民习惯被地产商欺压的。好了，塔顶还要追收差价。但是你看看现在内地的业主多犀利，内地的业主是组织维权，是要求发展商是赔回差价给第一手业主的。好了，而当中呢已经部分成功了，要停止整个项目销售，第一点已经收到是通知。好了，部分内地网民更加说了，应该马上发一份公告，不单止将降价取消，还要将剩低的库存价格提升到是60,000一平的。好了，再补回每户的业主是20,000的差价。好了，当然这个是叫做网上打飞机了。这个当然不是你说提价就提价，如果卖得出，发展商你估计不想100,000一尺吗？100,000一平啊，卖不到嘛，香港都是一样的，你说想叫二期加价，他现在劈价都劈不切了。喂，我一早讲错了，是吧？喂，我真的不厌其烦，喂，我和通年讲足了两三年的了。如果你最近才走入来听，不喜欢听反对派媒体，麻烦你自己去抄翻两三年之前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放在这里没有删除过的，一直都，而且逢是我们的听众一定知道的，讲足了两三年以上的了，其实2019年讲到现在的了。很简单而已，政治出现这么大问题，香港原本的制度没了，国际公信力彻底崩溃的，那当然是令到这个城市失去公信力，亦都失去投资价值。好了，你选择无视无视再无视，跟着就说自己不好彩，再不是就说九月份减息，你这样呢想不粉身碎骨呢都挺难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这个真的叫一期业主了，一期业主呢甚至乎呢爆发呢是跳楼维权事件的。好了，只是短短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呢足够呢从天堂落到地狱的，风高浪急一早都讲的了。所以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千祈唔好心急赚钱。其实你唔心急赚钱，你就唔会咧输大钱。在即系不明朗嘅时势啊，人生本身都好不明朗啦，系嘛？喂，输少已经系赢嚟噶啦，唔系讲笑噶。喂，你有几多人可以输200,000出去啊？好多人，喂，储咗大半世，都可能先至得嗰100,000+。喂，对好多香港小市民嚟讲，喂，是很正常的事的，香港還要收入已經很高了，對比起中國內地的鋼筋。好，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了。
仲有记得继续运用免费模式支持我哋。好，我哋今节时间暂时讲到呢度。继续节目之前，先要多谢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护你嘅个人资料被盗取，避免被黑客盗用信用卡。上网可以体验冇广告、冇弹出视窗、冇追踪嘅网站。粉碎审查制度可以帮助你绕过政府嘅审查，隐藏你嘅网上记录，可以自由访问新闻、娱乐同社交媒体。100个国家3200多个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国家嘅节目。不限装置，订阅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几多部手机电脑都可以共用一个账户。仲未安装 VPN 嘅朋友，记得快啲安装 Surfshark VPN， 多谢。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黑池的酒店。我们为了香港人提供一个很便宜的居所。大家刚刚来到英国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即时可以找到屋租的。所以我们为大家提供一个廉价的暂住服务。大家可以用一个很低廉的价钱租住。我们的酒店有单人房、有双人房、有家庭房，每个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个短期的居所，只是收一个月按金，大家呢当然最少住一个月啦，所以呢价钱不是很贵的，也不需要带很多钱才可以来英国。我有些经济方面不是那么松动的朋友提供了便利。我们也有旅游包车服务，可以直接由不同的地方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的酒店负责人联络。